靠谱吗？我也不知道靠不靠谱，每次一有消息，都是抱着希望去，让我失望而归。反正我相信，总有一天肯定能找着的。佳儿，嗯，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帮忙啊？呀，还真有一件，我想再去趟你家。上我家干嘛去啊？干什么呀？ 把你吓的！我想去你家，跟方叔道个别。我来自偶然，像一。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暖心之家和儿童希望之家联谊了，我们大家期盼了很久的日子，一年多的时间了，跟暖心朋友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我知道对我们大家来讲。
其实，能到这里来是很不容易的。孩子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没有了孩子就没有了希望。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老秦的这个儿童希望之家，我当时就非常的受震动。这些所有的孩子们，老陈、刘福、主爱和所有这些孩子们都围过来叫我妈妈。 啊，我握出来，袁姐没结婚，她结婚不结婚跟方家有什么关系啊？那咋没关系呢？弄不好她儿子就是你孙子。弄好了呢，那就是别人孙子。我虽然缺孙子，但是我不是说什么孙子我都认。哎，还握出什么来了？还握出啥？还就没握出啥了，我这脑子也不太好使啊。 哎呀，连方乐也为这能握出什么来。叔，我本来是能握出来的，都怪方乐，他跟我说让我把孩子给他偷出来，他要去做亲子鉴定。叔你也知道，我最恨的就是偷孩子的了。我这一激动，没控制住情绪，我就上袁姐那当当当当当，把啥实话都给说了，然后就从他家搬出来了。 对了，叔，如果后面吴阿姨要是来找你麻烦，你就把啥事都往我身上推啊。嗯，反正我走了，她骂我也听不见。我干嘛呀？她来了，我就给打出去。咋的，叔？你还要替我报仇啊？那当然我得替你报仇了，你是我闺女啊。叔，我也真拿你当亲爹看，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 我在北京，吴处可去的时候，就是方韵姐收留了我。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你对我又那么好，我是真心想给你当儿媳妇儿。那现在看来，我是没那个命了。叔，你说我追方乐追了那么长时间，我真的追得老累了，我都不知道这一年我是咋过来的。我看出来了，你是挺累的了。 那后边是怎么想的？我想法就挺简单的，我呢没啥大本事，但是人电视上都说了，心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就合计，只要我嘴甜点儿，勤快点儿，就不招人烦，自己再努努力呢，说不定能嫁个北京人。那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这是拿当保姆的本事去给人家当儿媳妇去。你说我这不缺心眼儿吗？不不不。
这不是缺心眼儿。嗯，你这孩子啊，实诚。我妈说了，实诚人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这不就占个大便宜吗？还多了个爸呢。你看这孩子嘴甜的。几点钟车啊？我不坐车，我坐大飞机。方乐给我买的机票。嘿，行，这回翻方乐算办了件人事。哎，那什么，这个你拿着。叔，你干啥呀？这钱我们不能要。这不是给你的，你要找着孩子呢，这就是老爷给他见面钱啊。拿着，拿着。哎，再有呢，出去呢自个儿多注意点，别一天到晚的傻不拉几的，再叫人给骗了啊。志成，小玲，赶紧的，车停胡同口了，时间长不行。走了，走了。您甭送了，外边凉。叔，那我走了啊。走了。你回去吧，凉。登记玩喝完了。啊。身份证收好了，别掉了。你自己注意点啊，这么大个人往这一站啊。好好对袁姐，袁姐是好人啊。哎，你这说话就说话，你老跟人拍拍打打干嘛呢？这臭毛病怎么还改不了你？我这鼓励你，激励你，鼓励你，鼓励你嘛，明不明白？你那边到了，记着给我来一电话，啊，这回孩子找着没找着，给我来一下通知一声。你那什么，回头经济上有什么困难，随时给我打电话，发微信也行，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哎，又来。你等会儿，就这么就走了？不然呢？来，你干嘛呀？耍流氓呢？能不能正经点儿？咱俩不正经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会儿跟我假正经什么呀？你这都要走了，你说你这……正经一下啊！那你就不怕我送不了手？你送开，送开，正经点，正经点，正经点。书干嘛呀？啊，学习呀，好好学习一下。哎，你知不知道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智商的影响是父亲的3倍。我得在这个我生之前，我得把文化提高一点儿，我得把胎教做好。亲，智商是天生的。对啊。正因为我先天不足，我后天才要恶补啊。我跟你说，我上学那会儿，我最差的就是什么历史、地理、数学。我现在得赶紧拿出我当时考音乐学院的那个劲儿，恶补起来。我打断你一下啊，我现在问问你，陈胜武馆起义是哪一年？啊？南北回归线到底是怎么回事？地球自转角度是多少？不是，那个是我以前创造的辉煌。那都过去了，我现在要创造现在的辉煌，我要创造我人生中的第二个奇迹，就是我培养一个孩子，对吧？我要从胎教抓起，我就现在趁现在学习。你别不相信我，我以后要给他培养成文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你可以的，对，你一定可以的，没错，有这个恒心和毅力，你肯定能做到。就是，不是这东西买的也太多了。对呀、啊，打折的时候买的，这不是打折的时候特别划得来吗？哎，对你过两天你再陪我去一下那个儿童家具店，咱们给婴儿房买点家具，装修装修的。这艾丽优奶粉也太早了吧？孩子还没生下来呢，这奶粉都有保质期的。这你不懂啊，这是零段奶粉，这专门给妈妈喝的，专门给像我这样的孕妇喝的。
呀？哦，对，我有快递，你快快快快快快去快去拿！我还有呢，少了点什么东西。妈呀！来了！你看，就少了一二三，不说嘛。你好，你是尚北京吧？我是，这是调查令，请您配合我们调查。请跟我走一趟。什么事儿啊？这到底怎么了？哎，你好，请配合调查。吃慢点儿，别噎着。王乐，给他倒杯水去。乐乐乐，我喝可乐。你慢点吃啊，吃多噎着你了。你别看着我没事儿，那店开了好几个月了，我烦都烦死了，累都累坏了。正好我就休息休息呗。我在那里边的时候，那警察对我一顿教育，我就说的都对。他说我们了，再怎么样也不能昧着良心挣孩子的钱。没错，确实是。他说这个还对孩子危害特别大，说是那个叫什么邻苯什么邻苯二甲酸酯，说如果那个超标的话，严重了还会致癌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被人利用了呢？哎呀，我早就说过，他们俩没这脑子，就不是做生意的料，瞎折腾什么呀？这回倒好，不但挟持了，人也掉进去了，爸。上北京是一失足啊，咱们不能不管人家。我们不管，有法律管的，该罚罚，该抓抓。方月，哎，爸，怎么样？怎么着，见人了吗？这人都已经给送到拘留所了。完了，没见着人啊。爸，都拉拘留所呢，见什么见啊？等判了那阵儿就。方乐说的对，见不着了。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吧？人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厂子封了，碰到这样的事情啊，重罚肯定是免不了的。肯定的，罚呗，那接受教训呗。还要别人吃大亏吗？嗯，我早就跟北京说过，所有的货都要经过专业质检部门去验。他这次是怎么回事啊？没让他去。为什么？就是宴会那天，我不是拉着他去酒吧吵架吗？而且你不是让他少应酬，多陪陪我。我要是知道他那天去验货，我说什么也得让他去呀。就我们夫妻俩的事儿，我们夫妻俩自己负责。该罚的钱我们就交，该关的门我们就关。上北京判几年，我就等他几年，等孩子生下来我自己带，不用你们麻烦。着床了，成功了。爸，您看，在这儿还看不出来，太小了。哎呀，你怎么到现在还吃这些东西啊？啊，你都怀孕了，尤其不能喝，不要再吃这些了。你快吃吧，来，以后这可不能吃了啊！来，全你的。怎么接电话呢？谁的电话呀？萌萌的。那你得接呀，那孩子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呢。北京不在，就你得负责了啊！快快接。喂，萌萌姐。方霞阿姨，怎么跟你和尚北京打那么多次电话都不接？尚北京他那个出差了。他又跟你吵架了？没有啊，我们俩挺好的，没吵架。你现在在哪儿呢？我不是在我爸这儿吗？就怀孕了，所以就来我爸这儿蹭点好吃好喝的。怀孕了，太好了！这么大的事儿，尚北京怎么告诉我？到时候得说说他。好了，先不跟你说了，我马上就要上课了。等尚北京回来，一定马上让他给我打电话。嗯。
你们四个都要走，那春节我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这么多孩子，我一个人怎么忙啊？你们想过没有？天长是这样子的，其实我真的也不忍心回去，但是呢，我妈妈今年86岁了，她打电话求我让我回去。你想，妈妈86岁了，她打电话说我能跟她陪她过几个年呢？我实在没有办法拒绝她，我也很为难。我家儿子当兵5年了，他回家来第一次，我必须得回家看看他。其实我也想留在这儿看着孩子，但是我马上就要考研了，我过年的时候还要回家复习功课，所以真的是没办法。哎，行了行了，你们赶紧走吧，散会散会。哦，亲爱的，是这样子的，我的票已经订了。这谁让你订票了？我同意你请假了吗？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我会及时赶回来的，我就几天时间，可以吗？怎么了？你能临时帮我找几个阿姨吗？不去。他们呢？他们春节要回家。现在是最难找的时候，马上就要过春节，大家都要回去。中间有几个阿姨，好几年都没回去了，尤其那个王阿姨，都陪孩子陪了10年了。爸爸。是。来来，你看，多亲你他们。哎呀。应该能回来吧。豆芽马上要回去过春节了。过两天就走。我真希望他妈妈今年能回来，他能见到他妈妈。希望。说话算数吗？对呀，正德哥哥给过你戒指，我也想给你一个。800次了啊，就这个，对，最帅的，这个、最标上这就是你。你说那时候啊，你说那时候多年轻，你现在挺年轻的。哎呀，那时候真是，
我照这照片的时候啊，其实真没多大。那时候就有你们仨了。说实在的，我跟你妈呀，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已经有仨孩子了，养你们也不容易啊。那时候你说就跟小家小似的，还张着小嘴，每天挨那儿整食吃。哎呀，钱又不多，又都吃不饱，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再把孩子给饿坏了啊，咱饿出个好歹来。我跟你妈着急呀、啊，想来想去，最后没办法了，说把你啊送到你爷爷家去吧，起码咱这边能吃饱啊。可是啊，那时候我跟你妈年轻啊，什么事儿都想得不周到，就没想到孩子刚这么点儿啊，正是需要爹妈在跟前呵护的时候。其实我跟你妈真是想你，一想你，我跟你妈，我俩就在家掉眼泪。没办法呀，那时候真是没办法，想接你回来吧，可家里境况这样，只能忍着，一年一年的熬着，就盼着你长大了。长大我才知道，我说那时候对你伤害可能挺大的，所以我呢，有时就惯着你。你说你找北京那么大岁数了，找我也不管。哎，你说隐晦隐，哎，就由着你来。我觉着我真是小的时候我对不起你，大了我不能再对不起你。爸，其实你们那代人有挺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真的。但是就有一点，我肯定不会跟您学的。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养。我要看着他，陪他一块儿长大。我的这仨孩子，我也要看着他，守着他们，哪儿也不许去。让他们陪我一直到老。这么快把你给放出来了？啊！子样，你怎么那么会说话？讨厌！等我自己来送柴吧。您怎么今儿休息啊？请了半天假。外面冷吧？走走走，不跟这说了。想吃点什么呀？嗯，火锅。火锅。火锅行吗？最辣的，最热的。热乎热乎，太冷了。干什么都别干违法的事儿。什么东西都比里边饭好吃。哎，我想问你一下啊，那些玩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咎由自取。你不会真的犯罪了吧？哎，当初开这么一玩具厂，就是为了做世界上最安全的玩具，结果呢，还就在安全上出事儿了。我是法人啊，不抓我抓谁？一开始我想着，我觉得挺冤的，后来一想，不冤，啊，你说那代工工厂给我那么低的价格，他能东西好得了吗？人呢就别抖机灵，别耍小聪明，要不然肯定出事儿。你能想清楚这一点，还真不错哈。嗯，这就说明我还是能挽救的好同志。嗯。栽这么大一跟头，再想不明白这点事儿，那真成缺心眼儿了。
行了，赶紧吃，看不够再加点什么，吃完赶紧回家去。哎，我没脸回去，我也没家，房子被法院查封了。说什么呢？房子是房子，家是家，三儿跟孩子在哪儿，哪儿才是你家呢？是不，姐夫？就是啊，有人才有家。等方向生了孩子，你们家就热闹了。想想都觉得折腾。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折腾，生命的精彩在于使劲折腾。你是挺能折腾的，你。嗯。当爹的感觉怎么样？挺爽的呀。我跟你讲啊，这臭小子都快使坏了。你知道吗，姐夫？就为了换尿不湿啊，他穿着尿不湿，什么事儿都没有。自然我给他一摘下来，这尿不湿，他一自我一脸，你知道吗？做完自个儿躺那儿，嘎嘎嘎在那儿乐。我说这孩子吧，认识我，并且知道我这人好欺负。哎呀，那有点当爹的样子了啊。嗯，仍需努力啊，争取让孩子那亲爹根本没机会跟你 PK。你跟圆圆差不多就复婚吧。就是啊。赶紧付了吧！我呀，压根儿就没打算跟这孩子亲爹 PK 去，也没想跟他亲妈怎么着。我就是想给他当爹。家里的土，什么时候想我们了，就回来看看我们。嗯。这是春游，阿姨答应给你的。嗯。爸爸妈妈好。She's very lovely, very smart, a little bit sensitive. So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her. Yes, of course. Don't worry.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fine. Thank you very much. Finally. Our pleasure. 嗯，谢谢，谢谢。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感谢。Thank you. 来，高兴吗？高兴啊。来。坐好啊！一二，好的，这样舒服吗？嗯。再见，主啊。Thank you very much. Really appreciate.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Let's contact each other. Let us know. You know what's the situation of this. We keep in touch. Don't worry. Okay. Okay. In good hands. Okay. Bye. Yeah. Bye bye. Bye bye. 再见。拜拜。再见。
小飞象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啊。北京，你现在就是预备役爸爸，恭喜恭喜！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谢谢大姐啊！大家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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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怎么当爸爸？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北京，别跟你哥哥就往上爬，这不可不是你一个人事儿，这咱全家人的事儿，对不对？咱全家人集体升级了，是吧？这是外公。大姨，对，大姨夫啊，不，请舅舅。不管你俩怎么论，反正在我们哥俩心里面，这就是大姨夫，就是舅舅，就是大姨夫。亲爹还有一亲妈，哎，别怕，我是亲舅舅啊，这是啊。来，集体合影，来来来来来，都升级了，都升级了，感谢感谢感谢，我们都升级了啊。好吧，今年呢，哎，我能当老爷了，哎，明年争取我当个爷爷。放乐，方乐，任务交给你啊！加重啊，好吧，加重点。那我也没有，我现在传一孩子，现在也来不及了，现在。没事没事，那个爸，您先给您来个外孙子，您先热热身，做做准备活动。哎，对对对，不是现在不是新二胎了吗？你们今年生一个，转年再生一个，祝姓方，我就成爷了啊！好吧，哎，你真有那孝心，要不你现在这个就改姓方就行了。还是外公好吧，姓方啊，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多生几个，你说呢？对对对，姐，我觉得您就是穿这衣服特漂亮，真的。大姐，你说呢？你大姐什么时候不漂亮了？我老人出现。哎，你不要打岔，你赶紧的啊啊，赶紧让我爸当爷爷。你赶紧抓紧，主要就是你抓紧。不是大。哎呦，这什么素质啊！这都是就是不让抽烟，太不自觉了。有你姐夫在这儿没问题。哎，刚才谁说来着？不叫大姐夫了又？啊，对对对，喝多了。要你们俩再来一个。像像像像。你看，你个老家。劳驾，但人对你好啊，把你这像宠闺女一样宠着多好啊。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啊，不是不是，我不抽，是这样，那个我爱人呢怀孕了，就闻不了这烟味，对孩子不好，您能不能把烟掐了？谁那点事儿？你爱人怀孕那点事儿算个屁！再干一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样说话就不好了吧？啊！你看，我这是冬虫夏草，你爱人闻了是给他补，我没收你钱就不错了啊！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个啊，现在法律规定不让抽烟，你知道吗？赶紧找警察抓我呀！啊，找警察去！你这干嘛？你报警，杀了！要不你杀了，来拿着。反正我他妈也不想活了。你怎么这样啊？你这真是太不像话了！滚！
这么近。赵美玲，宝贝，我对不起，把你带到这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美丽，可惜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问题。Chérie， 我无能为力，解决问题要靠你自己。宝贝，你要懂得，世界美丽在你心里，在我心里。这个世界有更多的问题，幸好我们心中仍有美丽。宝贝，只要学会宽容、善良、智慧、坚强。宝贝，只要唱歌，你会美丽，你会快乐，你会懂得。